动，对不对？第九位一号，就是阿关姐也会一起来宣传一下。其实在这个小的明天天气怎么样？但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一下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要开学，所以可以把握一下周末和我见面的时间。时间地点是？下午一点在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，就是在明天九月一号。就希望大家来现场跟杨丞琳庆祝一下天使之约政治单身。对，接下来我知道这个陈琳还有歌曲要带给大家，对不对？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特别，对不对？我们介绍一下。很冗长的一首歌。对爱情。对爱情。